Tapi itu orang apa? Okay, 现在我们到了 Anak Village Dawang 在那边，钱要五块钱，小孩子要三块钱。这是什么呀？他的名叫 Lucky， 他喜欢那里面，因为他来玩 Jacket Boss， 他跟那个 Boss 很友好。小朋友，小朋友很多，我好。我觉得那个比较可爱，那个。Thank you.